51岁资深艺人江美仪，2009年喺吴君如嘅引荐之下，由旧东家亚视转投到 TVB 发展。眨下眼，美仪姐喺 TVB 奋斗咗13年，今年佢终于凭借台庆剧《下流社车族》成功入围视后10强名单。近日美仪姐接受电台安哥同学会访谈，对于攞唔攞到奖，佢就表示平常心对待，如果冇咪再嚟过咯。美仪姐自1997年加入亚视开始拍剧，曾经都系备受力捧嘅花旦之一，可惜离开亚视之后沦落到冇公开，令到佢曾经一度怀疑自己到底系咪适合继续留喺呢行发展。美仪姐忆述喺 ATV 又冇嘢做，又冇人揾我，唔知点解啲人嘅价值观觉得，首先我哋亚视艺人已经系次人一等，低人一等都要冇嘢做，真系惨过地底泥。直到后来得吴君如相助，将佢引荐到 TVB， 佢演艺事业先至重新开始回到正轨。正所谓得人因过千年记，虽然已经系咸丰年代嘅陈年往事，但美仪姐直到今时今日都依然强调，我入到 TVB 系因为吴君如。